也讨厌太大又太下大。为了上山，坐缆车上山，爬到这样高的梯级，喘死了。
雾非常的重，什么都看没有了，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风景都没有。你花了多少钱上来看雾？多少钱门票？白费了，懂吗？今天白费了，花了新币100出块。
做一只烤烧鸭给吃。给他电脑砸过去